玉敏射马，丽无虚发。10月4日第九场赛事劲中 QT 四重彩。咁啊，综合嚟讲就是4号 Win 飞头柱啊，连赢位置连赢四胎，1、2、3、5。3、4重彩咧就系6、9、10、11、13互村啊。而家已經是月頭啦，10月份的鬱敏射馬已經開賣，而家仲可以經 PayMe 俾錢，記住早買早享受啊！天天天南主持謝義芳、宋景輝、錢建榮、張三。好啦，我哋翻嚟啦。嗱，咁咧就頭先講啦。嚇，咁你哋有冇睇嗰個？有。我都嗱，我睇即係嗱，當然啦，因為佢嗰個係午飯時間嚟嘅。咁啊，偷偷地睇咗一段，睇咗一小段啦，開頭啦。咁就特別吸引咧，就係因為佢啲廣東腔國語啊。佢標準過我好多㗎。咁你冇話俾人知啦，係嘛？佢啲廣東腔國語，咁啊雖然佢喺台灣都住咗30年，咁但係呢啲廣東腔國語亦都即係而家習慣咗咧，揸住個手機咧，即係啲稿咧整曬喺個電話度，一路碌住一路講。咁啊當然啦，即係講佢香港出身啊，佢係喺呢個邊個地方出身咧？廣州。No， 中華民國廣東省。嚇出世嘅 ，OK， 佢喺大陸出世嘅喎，喺廣州，中華民國仔嚟噶嘛，佢講咗廣州嘅民國時候，係啦，嗱，所以咧，佢又講即係話，啲人咧就話佢，喂，你明明香港嚟嘅，你又唔好扮中華民國人啦，咁樣，佢就講啦。我祖父是中華民國人，我父親是中華民國人，我出身在中華民國廣州。我點解唔係中華民國？我點解唔係中華民國人啊？咪咯，咁啊，所以呢啲咪政治正確咯。所以咧，佢係好憎人哋叫佢做香港人嘅，佢好憎嘅。你一叫佢香港人，佢反面嘅，因為你尤其是我哋阿錦哥咧，佢嗰啲性格咧好獨特嘅，即係一啲唔高嘅咧，佢就拍行嚟噶啦。咁所以咧。嗱咁佢亦都係粵劇世家啦嚇，父母都係粵劇嘅即係啲佢阿媽係唱粵劇，佢老豆係老生嘅做啊，即係都有啲名氣嘅。咁所以咁啊，阿錦自己都唱得一首好粵曲嘅喎，佢唱過喎嚇，佢都有演出過喎。咁但係即係當然不及佢後來喺電視台做編劇啊、監製啊、演員啊咁嗰啲，譬如。喺烽火飛花啦，係啊，烽火飛花啦，即係呢最攰隻人。咁啊，佢又即係幾間店，由麗的啊，麗的街市到無線，佢有啲做過啦，係咪？咁所以即係跟住就後來又所謂五福星啦。佢最睇唔起就五福星。嗱咁或者就一生人裏邊咧，最睇唔起五福星就係呢段時間。咁咧就講阿謝公咧口中嘅阿錦，就係馮瑞凡嘅即係花名啦。咁因為咧做乜嘢咧都著緊，好緊，好緊張嘅，所以大家就叫阿錦。咁啊，謝公同佢。老友咧就先叫咗阿錦咧，我就見都未見過佢啊！嗱，我哋有張相啊，屌嗱，唔好當扮嘢啊嚇，即係巴閉啦！啊，喂，整張相睇咧，嗱係咪嗱？即係你集郵嘅啫，搭住膊頭啊，大佬貼集郵啊，冚家！喂，幾好似嗰日佢差唔多每個埋揾佢影相都搭膊頭。錯，係嗰日係根本佢冇乜人同佢影相。有冇乜人敢埋去同佢影相？唔係嗱，你有冇40年前嗰張張啲合照啊？唔係嗱，呢張咧就係我哋而家講呢個舊年年頭就去做呢個中正喺中正紀念堂做呢個紀念獎功嘅一個活動，我哋去做義工嘅。咁我當時我喺現場，呢張相好似都係我同你影嘅，頂冇份。你冇你份，你又冇份影。你喂揸機人啊，永遠入唔到鏡噶啦。人哋不屑同你影啊，你唔係老友，唔係40年老友啊你。咁又係。呢個自己檢討咧。但你都同佢30年啊嘛。唔係，大家睇到張相咁清晰咧，就知道出自咩人之手噶啦。好，我哋翻嚟啦。好啦，咁我哋講講嗱，阿錦其實就冇乜好講啦，因為個人都性格都好好獨特嘅嚇，咁即係總之佢有啲説話唔啱聽咧，佢一嚟窒你，一嚟好中直直，一嚟就拍拖行咗去㗎啦。咁啊，即係曾經佢究竟係呢件事發生喺亞視，因為發生喺無線，我已經唔好記得啦。咁啊，佢喺有張辦公台，咁辦公台上面有支國旗嘅，即係佢有個座台國旗嘅，咁有個鬼仔咧。
甚至點樣咧，就即係參觀電視台啦，咁啊搞支國旗，佢就兜巴掛落鬼仔度，咁結果就最後就梗係冇做啦，係咪？即係刮完之後，佢有街市做過，街市做過㗎，哦，真係唔記得。街市佢導演過戲㗎啦，咁，所以即係。佢嘅脾氣係有翻咁上下嘅，即係當然佢即係愛國心情切啦，係嘛？咁但係呢啲脾氣咁喺佢嚟講，亦都好正常啦，係嘛？所以你睇佢，所以你即係有係有好有碗話碗，有碟話碟。係啦，你喺佢而家呢個時候，你千祈唔好提佢咩五福星。但係最揾錢、最出名，令到佢就五福星。但係佢最不屑呢段時間，因為覺得。不是他要的東西，但是他賺到錢嘛，賺錢咯，所以他去到台灣之後，他也都曾經說過我不回大陸，結果他都回了大陸是導演那些戲的，都 有幾年浸了大陸的，即是正如他自己批那天說歐陽娜娜這件事件賺錢而已，他結果就這二十幾年留了台灣之後就沒再回大陸了，好了。咁啊，當然啦，即係當然佢人都即係國民黨揾人請佢啦。佢初都話唔去嘅，因為佢覺得我一去一定屌人嘅，一定得罪好多人嘅。咁佢話冇去啦。咁但係請佢嗰人話唔怕喎，即係我哋國民黨屌得嘅喎。咁佢話即係前後咁樣邀請佢十幾次。係咪廣東話連呢個咩都講得？呢個學嘅啫，呢個學嘅啫。咁但係即係佢。即係個意思係咁樣啦，咁出資經過十幾次，咁佢三顧草勞啦，佢都最後就去啦。咁所以咧，佢一開始咧都話明噶啦，佢話喂，我喺臉書嗰度痛罵國民黨，點解國民黨都仲要我嚟咧？佢話但係既然嚟咗啦，咁佢要講真話。佢話假如有得罪嘅地方咧，請大家包涵。咁所以咧呢、這個喂，佢話在前頭先係嘛？屌嗱，唔好話到時屌你老味，我突然間嚟啊，我講明屌人噶，係嘛？我喺面書度日日都咁屌，咁你都要請我嚟。咁我總唔可以念書講嘅嘢同我私下間講嘢唔同啊，所以我既然嚟咗，我一定屌。咁所以咧，屌咗大家唔好唔開心，即係屌完你都開心話我聽。咁所以咧，佢嗱一開始咧，咁佢就其實最唔滿意咧就係馬英九。係啊，因為你覺得即係馬英九呢個人咧，就即係基本係民進黨嘅幫兇。嗱，咁咧就講一講啦，就好多人睇個標題咧，就馮尚係痛罵馬英九。啊，咁咧就拍手掌啊！咁其實佢哋唔知道冇睇到內容，馮瑞凡鬧馬英九乜嘢事鬧？係啦，嗱，咁佢話嗰位先生，嗱，佢都唔講個名先。嗰位先生啊，哪位先生？前朝民進黨唔合法改過嘅東西，一個都唔改翻翻嚟。係啦，咁佢特別提到一樣最重要嘅係貨幹啊，因為貨幹。不改回來引致到現在台灣的年輕人的洗腦 對即中國的歷史就一塌糊塗咯，還有是那些台灣的歷史也都扭曲了，譬如慰安婦是自愿的，咁即係類似呢一啲咁樣嘢，釣魚台日本嘅，咁類似呢一類咁樣嘅嘢，咪教化到而家嘅後生仔，咪係即係而家國青日就係、是、係啦，對中國嘅歷史係完全冇感覺，對台灣嘅歷史亦都一知半解，亦都係一個扭曲上面嘅理解。咁所以即係佢覺得佢就好唔滿意，譬如佢話一啲唔合法，譬如而家嘅桃園國際機場，以前叫中正國際機場，中正紀念國際機場，中正紀念堂上面那個而家叫自由廣場，已經大中自政。喂，呢啲係一啲唔合法，我當你合法啦，即係你想呢個馮瑞又講錯咗，係合法改嘅。咁你問一個執政合法就改翻翻嚟咯，都得噶嘛，係嘛？一個都唔改。咁所以咧，而且係要你民進黨反對嘅事情咧，就撤回唔做。譬如係咩咧？洪仲丘事件一夜之間三讀通過，廢除咗呢個軍事法庭，呢啲你咪咯。這個服務是吧，就是因為有人吵啊，核四因為有人吵，你冚唪唥都唔喐，咁呢啲咪就係、是、喂，你好似民進黨個幫兇咁喎，大佬係咪？咁所以咧呢啲嘢佢話你喺任內啊，即係又出咗個大貪官啦，唔記得叫咩名嗰條友，劉太英，唔係劉太英，咪佢個秘書嚟嘅，好佢啱上任冇幾耐啫，咁啊拉 Q 咗啦，係嘛？喂，咁樣亦都唔咁嗱，即係我覺得咧，馮尚講呢段咧又唔啱。咁佢個大貪官咪拉 Q 咗咯，係嘛？咁你而家民進黨咁多大貪官有冇拉到咧？冇拉到喎，係嘛？咁即係證明馬英九咧，呢個係威得定威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咁嘅，什麼事都唔改，跟民進黨完全一模一樣，
讓所有愛中華民國的人都失望。這個就是他講出重心了，即是很多愛中華民國也都、相對來說都是 愛國民黨，那就讓這些人失望咯。所以你看到他、到他卸任之後再選輸到撲街，這裡不是沒理由的。所以他就算他 第二屆連任都其實都很危險的當時、所以蔡英文的最後理路他說得沒錯的，因為也看到國民黨已經被民進黨玩到殘了。那所以呢、馮瑞凡這些愛、就是、愛中華民國心呢他又是有感而發的，是吧？好了，那但是呢他又說了，他主張兩岸應該由中華民國統一，鼓勵國民黨要有理想和精神，盼望江啟臣可以帶動改革，找回蔣公的鬥魂、不是靈魂，是鬥魂，鬥爭的靈魂。國民黨不振作起來，中華民國沒得救了。這個是結論。他也說到就是說，因為馬英九呢引致呢、即中華民國還政於民、還將那個政權還給、民進黨、因為他在阿扁手上就贏到這個大選，就重獲政權。好了，馮瑞凡成段演講裡面其實最受香港人所謂救病呢，他這段呢就我們都要解釋一下的，就是 他背後想講什麼。他說馮瑞凡說了，他說他也都對香港毫無興趣，亦都唔同情香港人，亦都提到、中共喺香港啟動國安法，佢站喺中共嘅立場嚟講，並冇錯。嗱、嗱，依一度咧，好多大家咧就係、一個斷章取義。並唔係站喺馮瑞雲自己嘅立場，佢、係如果佢係中共嘅話，佢冇錯喎，大佬。咁咧，依、一個亦都唔喺，其實依個唔喺演講正誒、正文裡面嘅，依、這個係演講誒個、講完之後，有人問嘅，依、這個係誒 Q&A 裡面 Q&A 裡面回應嘅嚇。嗱、咁依一度嚟講咧，佢就首先就講咗啦，就係話就係、是、回應。就是佔中的、其實佔中他不要記得了，這樣那麼、即叫其他人提起佔中，他說很早以前呢佔中行動覺得已經亂七八糟、他說的、即他也都在臉書上面發文問香港人，他說先搞清楚自己要什麼。他說呢佔中行動只是知道追求自己，只是知道追求自由，要特首下台，但是特首下了台之後又怎樣呢？那個人又是老共再派過來的。其實他這裡他整個演講的重點，他重心是什麼呢？其實兩個字，反共。在這裡他批評這個佔中行動，其實他講這番說話裡面 他的含義是什麼呢？喂，你只是說要求這個普選，要求這個 特首下台，但是這個特首下台之後是否解決了問題呢？他說共產黨又派第二個來了，那又是一樣的。問題在哪裡？最好在哪裡、問題重點在哪裡？就是共嘛，你的源頭，你要解決源頭才行嘛，你的源頭就是在大陸，你不解決源頭，我們香港你說這個特首下台，那個特首下台，我們叫一個衰過一個。所以、我們最重要是找出源頭怎樣解決。即係變咗咧，嗱，其實馮瑞凡其實佢講咁多咧，其實得一個，其實得兩個字可以概括啫，就係、是、反共。係啦，國民黨唔反共，國民黨唔反共咧，中華民國就係沒得救了。係啦，嗱，咁頭先講啦，啲香港人就好多咁嘅，即係社運界咧，就捉住佢講，我唔同香港，就嚟大做文章啦。咁其實佢成段嘅意義，你唔好淨係睇住我哋香港，你唔睇住中共，你香港永遠就冇民主。嗱，佢嘅重點係依一度嚇，咁、你香港嘅或者甚至好似嗱，喺台灣嘅一樣啊，即係同台灣嘅本土派一樣。喂，佢可以獨善其身咩？我就偏即係隔開啊、我就唔理中共，我就可以喺邊啊，我就成立呢個台灣共和國，我哋香港就可以做到乜嘢咧？咁你係你即係你今日嗱，當日。反中即是佔中就689下台，跟住而家呢期咧就
林鄭下台。其實我哋由呢、這個23台開始，老董下台，跟住曾蔭權，你一路嗌689下台，林鄭下台。喂，你永遠個個特首都你都叫下台。你要嗰三個都下咗台啦。嚇！嗰兩個下台啦，冇三個啦，即係除咗呢個林病。唔係，除咗呢、這個邊個啊？曾權唔講之外嚇，咁啊其他嗰兩個攞台啦。咁而家喂變本加厲，仲衰過以前，衰過做女嗰時。咪又係共產黨一個衰一個。因為你咪所以咪你咪印證咗阿緊講嗰句咯。你推翻咗而家呢個，佢跟住嚟個咪又係老共派嚟嘅，係咪？你冇用冇意義㗎。所以你香港人究竟爭取啲咩咧？你諗清楚先。爭取推翻咗而家呢個香港呢個現有政權冇 Q 用嘅喎。因為 control 住呢一個咁樣嘅政權，係喺千里以外嘅中央政權啊嘛，中共政權啊嘛，係嘛？咁所以即係大家咧就無需喺一啲字眼上面咧去雕琢。你睇翻個成果，喂，阿緊就由頭到尾講緊反共，咪同大家一樣嘅啫嘛。好似呢個國安法咁樣，佢喺中共立場係咁諗，所以你話要反對呢個國安法個源頭喺邊度啊？反共咯，係嘛？係啦，就反共啫嘛。你推翻共產黨。咪冇撚咗國安法咯，冇撚咗咩831決定咯，係嘛？冇阻住呢個民主進程嘅大石咯，係咪？不過大家放心啊，會對大家好啲噶啦。我哋謝律師話。好啦，嗱咁啊，唔講呢個啦嚇，馮冠華呢個講完啦。嗱咁我哋再講到風水啦，講啊。係。民調一蹶不振，國民黨怪東怪西，怪國民黨黨中央門前一對石獅子，風水不佳。好啦，咁咧係咩民調先？因為咧最近咧有啲報紙就做緊民調啦，其實咧都唔係屈街嘅。其實民進黨咧就自從呢、這個美豬咧都跌到撲街，咁啊而家咧就民進黨好似就27啊，咁國民黨都唔知24、25，即係相差幾個百分點嘅啫。咁咧有一個特別要注意嘅地方咧，咁係有一個民進黨自己做嘅民調啦。好啦，咁咧大家就成日講年青人。都是大多數是支持呢、這個民進黨，咁民進黨自己做的民調咧都顯示係嘅。好啦，咁佢嗰個年青人廿幾歲，即係到三十歲咧，到三十嗰度個間，就佢支持度咧，支持率咧係60%嘅。好啦，好梗係好開心係咪啊？但原來比上一次跌咗好多啦，即係上一次嘅民調，佢哋自己做的民調係跌咗10%嘅。不過但係咁，國民黨仍然係單位數字9% 啫。冇升冇跌，啊冇升冇跌。嗱，即係年青人裏面啫。跌咗10% 嗰、那個嗰個階層啦，即係21到29，定20到29歲啊，呢、這個階層。好啦，跌咗10%。好啦，喂，我哋唔討論嗰啲，啦。即係總之我哋大家，總之啊，國民黨嘅民調不振啦。總之係。係。好啦。咁我哋啲中央委員中央常委咪中央委員，中常委嗰啲啲大佬啊，咁咪唔好講咩名啦。咁佢就嚇，咁佢就怪咧，佢話：，唉，佢話咧，我哋咁黑仔咧，就一定係呢、這個門口嗰對石獅子，因為石獅子咧，佢有眼無珠。嗱，其實咧，我哋睇翻咧，其實所有石獅子咧都係有眼無珠嘅，係得兩個，係得兩嚿石喺裏邊晾下晾下啫嘛。點會有一畫隻眼珠喺裏邊嘅啫？係咪冇噶嘛？咁但係佢又怪咧，哦，因為咧有眼無珠，所以咧我哋唔識睇人啊，即係石獅子唔識睇人，所以咧我哋要揾啲風水先生咧或者大師話咧，同佢畫翻隻眼珠上去。屌，唔係唔係唔係《紅樓夢》假虎門口嗰兩隻獅子啊？嗱，呢度一陣講啦，呢位仁兄就係我哋講咩門，即係大官員門口嗰咧石獅子最乾淨啊嘛，佢講。係啊，好啦。咁又跟住話咯喎，佢話嗱門口咧有三支旗杆，咁三支旗杆咧又啱啱向住咧我哋黨主席嗰個辦公室，三支香嚇，三支香成日拜住佢，係咪咁唔吉利啦？係咪？咁又話咯喎，咁啊國民黨嘅對證咧有一個叫大將廟，佢話屌師將就大戰，將梗係勝啦，所以咧我哋師啊永遠都冇下起頭噶啦，即係嗰啲風水講到咧係玄之又玄，咁啊。當然，因為咧，其實即係你講你賴嗰對石獅子係冇意義嘅，唔係有咩意義啫？屌你咁你都咁嗰對石獅子唔係今日先擺到噶嘛？咁之前馬英九贏嗰時嗰只石獅子點啊？咪瞓撚咗覺嗰只嘢係嘛？咁馬英九贏撚咗兩屆呢個中華民國總統，咁嗰只石獅子冇功勞㗎？哦屌咁你而家你輸撚咗嗰只石獅子受撚曬啲罪啊？咁啊唔講得通啊嘛！但係你話只石獅子今日先搬嚟嘅，咁我哋賴下佢啊係嘛？即係。
他搬了八德路之後就不嬲都坐陣在個石門口兩邊嘅啦。咁你話佢，佢話一直都不保佑國民黨，咁應該國民黨從來未贏過啦，咪應該都輸啦。呢啲係攞嚟講嘅啫。好啦，咁啊，咁原來咧國民黨咧係將會搬嘅啦，就會搬嘅啦。因為咧嗰度一年咧，黨產會，因為7000萬啊，唔係黨產會，而係嗰度嘅租金啊，個租金你一年要7000萬，要揾個第二度就細好多嘅地方。嗱，咁佢就已經揾咗台北咧，揾個地兩個地方，咁但係咧即係已經傾到差到7788，結果咧就係、是業主反對。咁原來咧呢啲新聞一曝光之後咧，嗰度即係住喺嗰棟樓嗰啲人咧，個個反對，個哇屌你老母日撚日國民黨俾人嚟抗議嘅喎。咁我哋好咧，唔得閒，佢成日又衝入嚟冚家產，我哋咪住宅冇唔安寧，或者裏邊嗰啲做商業機構冇咧唔得閒，所以咧大家反對，咁啊業主就叫兩個地方都租唔成，咁結果喺邊度咧就有可能翻翻去國民黨嘅智庫嚇、啊，原來國民黨即係另外一個地方有個智庫嘅，咁可能搬翻嗰度，咁啊將啲人地方啊縮翻細佢。咁就唔要而家八德路呢一個中央黨部啦，咁就可能即係由幾萬尺咧變咗幾千尺，慳翻啲租啦。因為黨產會咧就即係卡住國民黨，即係個金庫，即係攣住佢，咁啊即係應該要俾嘅行政費咧都卡住。租金咧就慳咗係唔知幾千萬嘅，慳咗好多啦。咁啊變咗就啊咁啊即係翻翻致富喺呢個杭州南路嗰度咁。可能一個最後選項咁都 OK 啦，係嘛？冇所謂啦，啲啦，唉，屌你咩？養咁撚大棚人，有啲都廢柴嚟嘅，咁你養嚟做乜鳩啊？好啦，嗱，咁我哋頭先冇講咩大官員門口兩隻石獅子嘅，邊個講嘅咧？呢、這個叫柳湘蓮啊，即係柳湘蓮係咩人咧？原來喺《紅樓夢》裏面一個即係花花公子嚟嘅啊，即係佢又無所即嗱，如果講成個《紅樓夢》咧。佢雖然係即係好賭啊、飲蕩吹啊，乜都啱嘅，但係咧，其實最正派係佢。嗯，即係成個大官員裏面咧，咁佢就講咯。佢話呢件事就不好啦。佢端乎做不了，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即係如果將呢句引用翻中央黨部咧，即係中央黨部門嗰兩四支就乾淨到咧，係裏邊黨裏邊啊冚家產啲貓狗都唔撚乾淨，都唔會比呢兩四支乾淨啊，係嘛？即係如果我哋將佢咁吸落去啦，所以即係咁佢搬啦兩嘅大獅子就搬唔到過啦。嗰兩隻大獅子唔撚係國民黨嘅，係借翻嚟嘅。係嗰、那個借姓郭嘅呢個人，佢借翻嚟嘅。佢話如果你哋當你哋有一日唔要嘅時候咧，俾翻我。即係俾回歸原主，所以兩隻獅子咧並唔係國民黨自己嘅黨產，黨產嚟嘅啊。好啦，咁我哋講完啦喎嚇。嗱，講完嗰個民調，已經講另外一個民調啦，係嘛？係，你我哋冇講民調啊。頭先我哋講，我哋而家講民調啦。嗱，好啦，遠見啊，呢、這個即係一直喺台灣做這個民調都做得係好精準下嘅嚇，都亦都係好。遠見雜誌有權威嘅嚇。咁啊喺9月25咧公布咗一個民調啊。佢係顯示，如果兩岸發生戰爭，嗱咁我哋睇第一睇圖二啊，睇下第二張圖啦，咁咧就會顯示到，喂有冇人啊？係啊，誒嗱嗱，大家睇清楚啦，啊咁啊，如果係兩岸戰爭，有54.2%咧就能夠希望咧和談，啊、就唔好打啊，大佬傾好過啦咁。即係個問題咧，就係如果兩個發生戰爭，你會希望如何因應啊？咁嗱，然後54.2%咧就想和談嘅。嗱，呢度我哋睇得到咧，因為佢個最開始問嘅時候，喂，如果係因為而家成日飛機繞台啊，屌啲中共啲艦隻繞台啊，咁諸如此類。咁因為佢都係武嚇啫嘛，喺嚇嘅階段啫嘛，唔係打嘛，所以咧。而家就好撚多人仍然話：屌你，我同佢打過，夠撚膽佢肥過嚟啦！我同你打兩兩一兵一卒。咁蘇英昌咪嗰個名句咪就係我打兩咗最後把掃把，打紅字打啊嘛，攞住把掃把同佢打。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覺得哇！屌你，即係台灣人民應該團結一心啊！2300萬咧，同呢個共匪咧殊死一戰。點不知咁嗱，咁因為咧，點不知原來即係呢啲咁嘅文化咧，可能喺嗱，譬如你而家條友突然間打喺度房，唔係我哋四條友。咁宋志偉作為一個國民黨高層嘅話，屌我哋而家同共匪打到底啦！咁其實我咧好撚熬底嘅，我好想打，但係見宋志偉咁講，梗係要打啦！屌你老母打嘅啦喎！
咁啊，咁張三話：咁你哋話你兩個打咁打老咁打個老豆啦咁。咁啊，阿錢話：咁打埋個仔啦。即係大家係越講越大嘅，但係民調咧係逐個逐個民，冇受隔離所謂影響。匿名嘅嗱，咁你睇到啦，16%真係打上嚟，話冇撚搞啊！54.2%屌你老母，嗱嗱聲講談判啦，去同你傾啦。如果真真正正話想打嘅咧，即係不計代價。係勇於應戰，即係打你個下家產，係嘛？打個斯巴蘭，16.5%，係咯，係嘛？咁所以即係你可以睇到咧，你唔好睇而家市面上大家講撚到咁撚兇狠，真真正正民調就喺呢度啦，就唔忍啦。一半人以上，喂，一真係打嘅時候，喂，唔好打啦，大佬，不如傾傾先啦，係嘛？我哋屌，仲有一樣嘢喎，仲有一樣嘢喎，即係印證頭先所講啦，即係喂，真係要打。不惜代價都要同你打嘅，就85.5%，冇乜時間啦，好啦。美國介入，期望美國佬介入咧，就22.3%喎，都好勁嘅喎。依個實際，依個就實際啲。嚇，呢個實際喎，即係我唔想打噶，大佬。嗱，咁我係拖到美國入嚟啦，咁樣。嗱，好啦，我哋美國佬因為會唔會因為你而出錢？嗱，我哋傾第二張，呢張第一張啊。係，第一張。呢個咧就係，如果兩岸發生戰爭，你認為最後會係邊一種嘅結果？嗱，咁咧44.8%咧就話嗱，真係打咧，就係我哋打一輪之後咧，我哋都唔好打啦，都係傾下好啦。有44.8%咧，即係差唔多四啊五啦嚇。就認為就係喂，真係打嘅時候唔好打啦，我哋都係雙方和談傾咗。和談作為收場啊！嗱，但係有15.5%咧，頭先嗰啲16.5%、15.5%就差唔多噶啦，就係呢陣唔使傾嘅，屌你嗰隻老閪同佢打過，冇錯，啊，即係戰到一兵一出都打就係呢陣。嗱，16.幾%嗰扎人咧都覺得自己會贏嘅，15.5%都覺得自己贏嘅，兩敗俱傷咧4.9%，唔知啊，你唔好問我嗰啲人講啦。但係有一個問題喎，是冇話台灣會輸嘅呢個選，係冇呢個選項定係冇人答啊？冇人答啊！大陸獲勝啊，同埋俾啲遮就遮住咗。大陸獲勝，係有啦，有25.3%噶，係都有20%多嘅人咧。其實都即係呢個結果都傷我都好傷噶，大佬高少少先望到。我再去第二張圖，唉，太多啦嚇。係咁呢個咧就係。有個問題就係話，有人話兩岸間係緊張，越要買更多，即係需要買更多國防嘅武器。如果政府應該努力咧，就維持兩岸關係良好，就唔需要咧，即係使咁多錢買武器，仲可以慳翻啲錢落嚟建設國家。嗱，呢個咧，嗱呢個就好引證咧，馬英九嘅年代啦。嗯，馬英九就話：，喂，屌你，我哋唔好即係兩岸如果能夠和平咧，我哋將啲軍隊慳翻咧。可以攞嚟建設國家啊嘛！嗱，呢個超過一半嘅人咧，咁當時馬英九就俾人屌啦，係咪啊？屌你咁你和共冚家產，你連中共談判，你冚家產，你即係出賣嚇親共賣台。咁但係你睇到個數字咧，又唔係一半喎，51.6%咧就覺得喂，屌你喂，美國佬賣啲爛銅爛鐵，嗱唔好當佢冇爛銅爛鐵啦，佢話屌你又買F-16B 又屌你又話遲啲，即唔使買咁多嘅，咁撚嘢空對地。飛彈，但係都有40%接近40%啦，39.1%咧，就應該買更多嘅國防武器防衞嘅咁。但係即係都以呢個唔贊成買咁多武器。如果以簡單多數嚟講咧，即係多數派咧都認為唔應該使咁多錢嘅。而家個每一年嘅軍費喺台灣咧，大概係1,000億港幣到啦，即係3,900幾億佢仲要用第一預備金，第二預備金都要用啊！好啦，好啦，咁啊，嗱呢個咧，嗱咁啊，我即係講咗少少就係呢個同馬英九輸咪係完全係背道而馳咯，係嘛？即係你班友贊成，原來最後你都係唔想買咁多武器，即係希望都係兩岸和談。兩岸大家和平又間接引證咗阿狗仔咧。咁你哋話個親中賣台，咁呢51.6%就應該係親中賣台咯。誒，所以紅色啦。啱係喎。好，嗱我哋再最後一個啦。仲有一張。好啦，如果兩岸發生軍事衝突，你認為美國係派軍艦巡航咧？邊一種方式幫助台灣？咁啊，有43.7%咧，認為咧係會派軍艦嚟巡航嘅。咁啊，若果用。即係口頭或者書面譴責大陸都有23.1%，中方嘅責任係跟住咁啊，派軍隊參與作戰咧，原來得11.3%嘅啫，直接同中國大陸開戰佔8.4%，
咁啊提供武器啊，唔會幫助啊，呢啲都係佔少數㗎啦。即係認為美國會係出軍嘅出兵嘅話咧，就加起上嚟咧就係二十左右啦。二十都未夠啊，二十啦，20%啦，嚇，即係所以你睇到呢啲民調咧，同我哋去對台灣人而家種即係屌你不惜一戰咧。是原本到二次的喎，係啊，係嘛？我哋聽翻嚟就哇，屌你乜台灣人即係對老共冚家親嘅，梗係狡猾設施啦，打嚟冚家親，屌你玉石俱焚，同佢打到最後一兵一出。但你睇翻呢啲咁嘅問題，完全唔同兩回事。嗱，呢個遠見，我再強調一次，遠見係喺台灣嚟講，民調係有權威性嘅，即係唔係話啲聯合報啊、咩 TVBS 啊嗰啲有權威。嗰兩間都即係有啲都有權威。咁你話哦，你要三立啊，你話咩民視嗰啲，你要親綠啊，係咪個作大？嗱，呢一個遠見係絕對係有佢權威性嘅，冇錯。所以你睇呢一個咁樣嘅民調咧，係絕對有參考價值啊。咁即係同我哋一般人睇台灣個印象就係真係唔同咯喎。有啲以為即係你上網睇 PTT 嗰啲咧，其實咧就只係睇到我翻返嚟打到飛啦嗰啲咪屌你諗 PTT 嗰啲啊，要誓死一戰嗱。好啦，我再簡單啲問：台灣而家兵源唔夠，你班國青係咪應該去投個軍校啊？反對喎，你班撚啊嘛，但係四個月啦，屌你乜志願就好啦。但係2018年啦，軍校就係定義舊年啦，500多個名額，得200多人報考，唔係錄取啊，報名得200多人咋，同埋降低咗分數添啊，分數係降低咗㗎，即係比以往降低咗，都係咁少人啊，所以你話你班國青咁撚愛台灣，咁撚願意為台灣犧牲。喂，屌你！你入500個人揾唔到喎。嗱，我隊啊，我糾正嗱，收翻嗰句，唔係咁用咁為台灣犧牲。最近個民調咧，即係調查講出嚟咧，就係話，即係如果兩岸真正開戰，嗱呢個另外一個調查嚟嘅。親自會上戰場嘅，即係贊成佢打嘅，上兩岸再打嘅。400多人，1000多人，失400多人上願意。係啊，得個40%嘅咋，大佬。即係如果打，喂，不你去打啦，咁唔好外打。我口頭上支持你去打。口頭上支持你打。飛機就佢打，係嘛？咪所以即係呢啲你咪睇得到咯，即係台灣危機就喺呢一度啊。係啊。即係唔好講邊個咩親中賣台，唔好講呢啲嘢，唔好講啲咁虛幻嘅嘢。而家實實在在就係中共真係打嚟。而家個問題就顯示話俾你聽，咁唔係咁多人想打，唔好啦，就願意想打，係嘛？一正即係戰爭一旦開戰，嗱嗱聲講和，屌你有冇咧？但係個問題危險喺邊度咧？當一打你已經開始和嘅時候，你就已經係萬即係成下之敗㗎啦嘛。但係如果你喺而家未開戰之前，大家傾咧，都仲可以話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但係一打。喂，射撚咗幾飛彈，然後哇，我唔好啦，屌我哋，唔好打啦！嗰時使撚你傾咩？屌你老味，我唔撚使同你傾啦，大佬共飛話，我打多兩支飛彈落嚟啦，等你自己投降我撚過啦。所以咧，即係大家睇台灣嘅問題咧，就千祈唔好嚇太意氣用事。所以有時我出啲鋪咧，啲人話：屌打柒佢啦！成日飛越中線，真係打柒佢，係咪咁容易咧？蔡英文話：唔好擦槍走火，大佬。馬英九話首戰即終戰啊，然後咧兩個講嘢咧，就蔡英文就講得啱，馬英九講得唔啱，其實我都唔知道唔啱喺邊度，但係總之就唔撚啱啦。你總之就唔好出聲啦。好啦，咁我下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